嗨，大家好，台湾人带路，一起 Fun Up 90秒。今天要去一家隐身于台北巷弄的密室咖啡。从古亭捷运站走过来，立刻可以发现显眼的红灯笼及复古建筑。这里有两绝，装潢与咖啡。先带大家环顾一下这家店，好像时光回溯到外国租界地的奢华老上海一样，将欧洲中古贵族和东方元素混合得那么好。可以看到店里其实很小，不过麻翠虽小，无懈可击的美感风格加上故事性十足，我们也是有预约才有位置的哦。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在吧台的对面，除了是用餐座位以外，也是发廊。想要拿头发来试试看的朋友，也一定要先预约，记得告诉我们剪得怎么样哦。除了装潢美以外，咖啡也很好喝。看咖啡师老板一整个日式职人的气势，咖啡果然顺而不涩。这里还有很多种咖啡豆可以试闻，今天我们就选择了果香的。不喝咖啡的话，还可以试试花茶，真的是用新鲜的花入茶哦。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吧？在滑 IG 的时候发现，这里除了是杂志拍摄的好地方，连渡边直美也有来过，自己也忍不住拍了几张。找个天气刚刚好的午后来悠闲一下吧。